有一个痛苦现前呐、啊，那我们还没有证得空性人，这比较容易修悲心啊。当然，佛教要修到时时刻刻保持在慈悲，而且是没有痛苦的慈悲，这个叫没有痛苦，叫空性。在空性里面产生了大慈大悲的力量，像观世音菩萨这样。那现在我们还有痛苦，感受到对方的痛苦，但至少这种会引起我们悲心，非常好。所以有这个悲心，所以现在来为所有因为航空灾难、因为水灾、因为战争，各位念一下一级一切。你帮助一个要想所有啊、哦，所有。虽然他们飞机掉下去很痛苦，但是他们痛苦已经结束了，剩下心灵的痛苦。但是各位，地狱的痛苦没有结束，地狱那个痛苦啊，24小时来烧你、烤你、杀你、刮你，他就是要让你维持痛苦，所以叫什么？无间地狱，不能停止痛苦。几百万亿年，不能停止痛苦，叫无间地狱。所以各位，你想到那个，哎呀，地狱的痛苦没有办法形容了，千万不要下地狱啊！但是我们不下地狱，但是要关心那些正在地狱受苦的，被刀在刮，被油在煮。各位不要喝酒啊，喝酒下灌酒地狱，灌酒地狱就是孤孤独独、黑黑暗暗的。然后呢，突然有两个抓到你，抓到你以后把你压在地上。嘴巴用那个钳子把你打开，灌硫酸。你喜欢喝酒，灌这样，然后灌到你整个肿起来以后，然后就破掉，然后全身就开始这样被硫酸，然后这非常痛苦，然后死了以后，一醒过来又出现一个黑暗的地方，然后马上又被抓，然后又灌这样，这个叫灌酒地狱啊，各位，你要知道这样，你还敢喝酒吗？这样吓都吓坏了。你要是抽烟地狱，那还得了了？抽烟地狱，喜欢抽烟，让你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那个最脏的空气，最脏、最脏、最臭的，一吸就全身烂掉。那种最可怕的这种烟的地狱里面，在那边不断的受苦，就像以前的人，德国人被那个瓦斯这样关在集中营灌瓦斯死掉，对不对？那一种痛苦，他们死掉只是几分钟了，但是如果你像那种黑烟地狱，那是几百亿年在那种痛苦。所以希望大家思维地狱的痛苦，思维恶鬼道的痛苦，思维动物的痛苦，思维人类的痛苦。没有了解佛法的人类，努力读书，努力赚钱，每天在面对生病的问题，每天面对经济的问题，每天面对政治变化的问题，最后到死还在痛苦，还在挣扎，可能他成功了，可能他失败了，但是他还是在痛苦的状态里面。所以，哎呀，人类也是如此痛苦。那阿修罗道现在快乐，将来更苦。那天道现在快乐，将来更苦。所以不断的去思维。所以经典说，你光这样想众生的痛苦，就可以消无量业障，累积无量资粮。死后，如果你现在要死了，马上升梵天，因为你思维众生的痛苦的功德，可以消除三恶道的恶业。你看各位，光想众生的痛苦，帮助他就可以消除三恶道，所以慈悲心的力量有多大？所以各位要经常观修众生苦，而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别人的痛苦，我们才可以修悲心呢。这样，所以一直想着他的苦。所以各位刚刚听讲，148个人飞机罹难，148个家庭在破碎痛苦当中，那你这几天要为他们守孝啊，为他们一直想着他们的苦，然后呢，为他念佛，为他诵经。全地球以来，所有在飞机掉下来而死亡的，都是我们的对象，都要一直为他而修。那这样你才可以消无量业，慈悲是消业障、开悟最快、累积资粮最快的方法。那因为这个大悲心一直这样思维，所以我一定要成佛，
我这样一直为他哭也没有用啊。我现在可以帮助他减低痛苦，但是究竟他还要轮回。你现在癌症我帮你医好了，你将来还不是要死，还更痛苦。哎，那我现在把你养大了，你可各位你想想看，你把你儿子养到20岁了，10岁了，他后面呢造多少业？每天吃牛肉，吃羊肉，吃猪肉，啊，造业，交女朋友，他多少下多少地狱，还不如扎好戏。你有时候这样想，啊，所谓让他早死是什么？断除他的贪嗔痴，不是把他杀了啦。真正的自杀是我们，不是杀掉身体哦，杀掉贪嗔痴，杀掉恶业，所以我们叫自杀者，杀魔，自杀者，不是真的这个身体是法器哦，不能伤害啊，所以各位你这样想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小孩子赶快学佛，不然他就是无量的痛苦。他每天吃一块肉，下一次地狱；吃两块肉，下两次地狱。你慢慢吃吧，到时候帮不了的，所以《华严经》12品，12华严经，你上面有写，不能的，不能吃肉了，不能煮肉了。讲到佛法还很严肃了，那如果你了解了，像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哎呦，怎么办？要想尽办法。好，所以帮助众生，为他们修药师仪轨，让他们正知正见，让他们脱离三恶道，让他们没有身体的痛苦，让他们没有心理的痛苦，让他懂得念佛不退转，所以各位你要练习啊。那什么样是消除我最好的方法？只想别人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，你老公晚上没回来睡觉，你要想着你安全吗？而不是想说我吃亏了。那你想你自己就没用，你要想你安全吗？有睡饱吗？那就好了。这样你不要想说你不回来我不甘愿，我这份感情破掉，早就破掉了，本来就没用。但是我要保护他，太痛苦了。所以以后你做什么事情，我是为你想，而不是为自己想。你儿子到了12点才回家，我回来就好了。你不要那个时候才生气，我从8点想你想到12点，气醒罗明，你害我这4个钟头睡不着觉。那你儿子搞了老半天，你在保护你自己，哪里关心我啊？我那8个钟头打麻将打得很苦啊，所以为了赢一点钱孝顺你啊，但是你想的是我被伤害了，我的自尊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开始修行了，如果你不养成这个习惯无我，那你佛教对你来讲只是利用它而已，那对你也是麻醉剂，没有用，你改变不了你的习气，不爽就不高兴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因为你没有，所以佛法的基本是对治自我，对治自我，所以你要去摆一张巫婆的相片贴在镜子一看，哇，那个就是我，你要一直去除我执。因为什么叫受八关斋戒叫你不能照镜子，不能照，一看到自己都是官身不净，哎呀，身体是不干净的，不干净的，血肉和合苦的，观心无常，不要相信自己的心了，不要满足自己的心了。我们的想法是刹那刹那变化的，观受是苦，不要去追求任何一点感受啊，今天叫我们做董事长，叫我们你很快乐，很快乐，这样，观受是苦，观法无我。凡是世间的一切一切一切有为法，都是没办法主宰控制的，都是虚幻的，像云一样的。要保持这个念住，我们叫四念住啊，所以要保持一种正念，最后要习惯哪有我，所以每天要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每天要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有这个我们身口意才会造业，才会杀生吃肉，然后呢造恶业而结下了冤仇，冤亲债主找我们报仇啊。各位，如果有人把你儿子抓去杀掉，扒皮煮成肉炸一炸吃掉，你会恨死的。那我们已经杀了多少别人的儿子啊，吃乳猪啊，吃小鸡啊，吃小鸭啊。如果有一个妈妈怀孕1个月，你就把她肚子打开，1个月的好吃鸡蛋啊鸭蛋啊，你看对方恨不恨啊？
所以当我们一点点痛苦的时候，你不要叫，因为你杀了，我们杀了人家多少次的儿子啊，杀了人家的父母啊。所以求佛菩萨加持啊，我们发愿不再杀他了，发愿不再伤害众生了。那然后呢，这样来忏悔，如果你决心不再伤害，而且你忏悔，他就超度了，解冤释结了。药师佛就带他去极乐世界，哎，然后呢，你就觉得身体怎么这么清净了，心里怎么很好了，所以大家这样来求忏悔，而且不是为自己，爸爸在这边右边，妈妈在左边，累世累劫的爸爸妈妈都在我们肩上，爸爸妈妈，我为你们修行啊，你们等着我，哇，每天精进，你们马上就要升天了，去极乐世界了。然后我们的冤亲债主在前面，随时要把你踢家楼吧，他要把你割成一块一块的，你把我割成几块，你把骨头都咬下去，所以，哎呀，这些冤亲好可怕啊，找我报仇啊！我要跟你忏悔，求佛加持啊！佛一出现，哎呀，他就化解了，所以我们来自于众生，我们不能让众生受苦，所有众生对我们有恩。所以众生在受苦，那就是我的债啊！所以我要虔诚的忏悔，向各位在忏悔。我坐在这边，我师父说你要坐，我说我想要忏悔，那你太自私了。你要坐在这边，别人拜下去，所有的业都给你，不然你坐在这边干嘛？恐不恐怖？那我说师父我不行啊，你要思维空性。你要完全的空性，把所有的众生的业吸进来，用空性把它化解掉。你不能怕，所以以前一拜我就要起来拜，我也要忏悔啊，我业障很重啊，我不希望生病啊，这个叫自私，所以各位，你要修菩提心，你要有承担众生苦啊，承担众生苦，所以一个出家人，人家拿红包给你。那你要想，这不是红包，所有他的业都给我啊，这样，然后呢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赶快要帮他做功德，这样可以的。你要说，哎呦，哦，红包真好，这样，然后对方的癌症马上给你，消不了业，因为出家人本来就不能摸钱的。但是站在大乘佛教，你不承担众生的业。你不接受供养，你犯戒，因为你出家人就是要承担对方的业。今天医生说你给我1000块，我病把你医好，结果对方给你1000块，你没医好，对方会杀你，会告你。但是作为一个菩萨，那你要愿意承担对方的苦，要愿意，要敢承担。那你越承担，你就越要有空性，因为你没有空性，你苦马上领受到，马上领受到，因为你有空性，真空的妙有就超越，没有我在受苦，真的病来了，觉得太好了，我能够承担众生苦，太好了，那你要这样观修，不能怕，不能怕，什么叫法？今天我这个法师，我只要坐在那边讲法，我就必须承担苦，因为我要表法。站在大乘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这是戒律。那并不是说讲好玩的，所以我想，愿意出家非常好，但是出家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承担众生苦的菩提心。你越愿意承担，越没事；你越怕。也有事，所以有时候以前他们拜梁皇都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拜梁皇好恐怖啊，不要拜啊！”鬼都来了，鬼都来了，然后就会怕，那所以要收钱啊，不要白受苦啊，所以因为要代价会变成这样，因为有一个怕，所以各位，我想，能够拜佛拜到得癌症太好了。我福报大，因为你有一个真心在拜，本来要下无量世的地狱，我现在虔诚的拜，得一个癌症太好了，我这个癌症如果消除了，我
百千万的地狱，也可以消除百千万众生的地狱业障，太好了啊！所以我想，各位，我并不是说怕各位受苦，而是我们要。